斗法制，第十五场制，公开男子组，公开男子组，是由我们花莲虎山和我们阿美族青年在比试的比赛，花莲虎山暂时领先。我们现在要看第二局的比赛，我们的阿美青年是不是要还以颜色？好，现在在我们蓝色水道的是阿美青年联盟文化 A 队，在红色水道的是花莲护理乡复兴队。现在这两队刚刚在第一局第一轮的时候，是由花莲护理乡复兴队暂时来领先。看看我们这第二轮，第二轮呢是到底会由谁来进行领先呢？好，可以看到我们蓝色水道阿美青年联盟文化 A 队。我们复兴队来卫冕成功。